球帽看似运动风，但搭配了经典软呢外套，中性却不失女人味。这一款秀蕾丝的棒球风外套，展现小性感。香奈儿巴黎时装大秀大玩数据风，把伸展台搬到网络机房，布满彩色电缆，作品运用了大量的荧光线条，仿佛像是数据流窜在虚拟网络世界。不过被问到金卡达下被抢事件，老佛爷大批敢这样炫富大秀钻戒，就该想到会有什么下场。To public, we have to see in what time we live. You cannot display your wealth and then be surprised that some people want to share it with you. 时装周令人惊艳的还有品牌夏姿以光影变化搭配建筑结构的构想，设计出一系列以彩云为主题的时装。就中国的花窗，所以我在做这个秀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应该用西方那个教堂的那个花窗。精美刺绣，就连新生代超模卡利克劳斯都大赞，夏姿跳脱中式配饰的框架，时尚层次再升级。记者郑英珍综合报道。